就是两面啊，一面不认识婆须弥陀女的功德力的人呐、啊，啊，他们只看他的外貌，看他的行为，不知道他真正的教化的内涵，啊，就以为说哦，那、啊、人家去找他就是行这种淫啊欲的事情，那知道的人呢，就知道哦，婆须弥陀女呢，她是真正能够引导啊，就是希望他教化的人呢能够。啊，求佛果位的是这样，啊，而且能够从欲望里面呢，真正能够得到清净的这样，所以呢，他们就鼓励善财童子啊，啊，说善男子、婆须弥女，于此城内啊，四禅之北，啊，自宅中住。他说住在我们的这个啊宝庄严城呢、啊、的北方啊，那一些的这种房子啊的北部。他自己的房子里面呢、啊，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真正认识人就直接告诉啊善财童子去哪里了。那不认识的人呢，就在那里打量了老半天呢，也没有告诉善财童子怎么走啊，他们就心里很怀疑啊，啊，所以也没有能够真正有帮忙啊，啊，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善财童子呢，他们。啊，就是听了他们的这一些的话以后呢，啊，他就很高兴啊，就往诣其门，就是去到这个婆须弥陀女的这个家门口了，啊，然后呢，他就先观察啊，他所住的地方呢，啊，就是房子呢都是非常的宽广啊，啊，而且呢，这个墙啦、树啦，啊，都是用这个宝石来装饰的，啊，那。房子的四周啊啊也都有这种啊树木啊花啦啊，那么也很多的这一些这个啊这个房子的四周的这种水啊啊都散放着这个香味啊啊，那好像是地上也都是黄金一样啊啊，那这个楼阁啊这个都是啊玻璃为地啊，那众宝呢来庄严的。啊，所以这个是他所住的地方啊，那都是非常的这种啊，哎，漂亮的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见到这位婆须弥陀女了啊，所以善财童子呢也先做一个旁观啊，观察这位善这位婆须弥陀女啊，他就形容这位啊这个菩萨的善知识呢。啊，他是颜貌端严啊，他的这个长相啊，啊，面貌是非常这种端庄啊，就是长得很正呐、啊，啊，我们说很端正呐、啊，啊，那应该是整个的这种啊，这五官呢也都是非常的啊均衡啊，啊，就是看起来都是很庄严相，然后色相圆满啊，他的气色啦。啊，那整个人呢看起来啊，就是也不会太瘦啊，或是啊，就是太这种啊，好像啊这种我们说这个配备啊，眼耳鼻啊，那这个嘴巴啦跟这个啊，整个的长相呢都是很丰满的啊，那金色的皮肤啊，那这个是在印度呢是最高贵的颜色，嗯，金色。啊，那我们说来形容，啊，阿弥陀佛也是深金色，是阿弥陀佛深金色是这样。那释迦牟尼佛也是称作，啊，肤色是金色。啊，那因为印度人他们是等于是就是古代的人是从那个啊印欧民族啊，啊就是跟那个欧洲的这一些的那种他们的祖先是一样的。啊，那从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因为气候变化了，那么一部分。逃到印度，一部分就逃到这个这个欧洲的地方了，啊，所以他们到了印度以后，他们慢慢的他们的肤色啊，不像印度本来的这一些民族是很黑的啦，嗯，所以他们好像啊本来是白种的人，那慢慢的他们的颜色有一点这种啊，应该是我们现在说的健康色，对，就是他们去那种啊要去晒太阳这样得到的这种健康色。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它很黑，可是就觉得哇，这好像啊很好看，很健康这样啊。所以
这个呢，也是表示这位啊婆须弥多女呢，啊，她是一个很高贵的这样的一种啊色泽，嗯，那她的眼睛啊、头发啊都是淡青色，啊，就是说这种深青色里面呢啊有点红这样子，啊，那这种啊是她的外貌，所以呢说她的这样的外貌呢是在欲界人跟天啊无能啊得比较的，就是所有的人天里面的这些的这种啊美貌呢都比不上婆须弥多女。那她的声音呢美妙也超过啊这个梵世，就是梵天的这种声音啊，啊那一切众生差别原因呢也都能够具足啊，就是他也能够了解众生的这种声音啊，啊就等于是说他呢能够啊以他的声音啊做各种的变化啊，那他都知道各种的这种字义啊，这样等于是这位婆须弥多女呢她是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啊，她对这个世间学也都了解啊，因为在古代啊啊其实以中国也是一样啊，要能够识字的啊要能够读书的，那就是有受过这种高等教育，那家庭背景也是很好的啦啊，所以呢这里呢就表示他的这种啊这种教育的这种啊这种程度呢啊是等于是不是一般的人啊，那所以呢他也能够善巧谈说啊，所以他谈吐啦而且能够啊就是言之有意，然后还可以教导别人啊，所以善巧谈说，那得如幻智，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婆须弥多女呢她所证到的这个境界啦啊，就是看到一切诸法呢能够看到是如幻如化啊，真正能够看到这样子就不容易了，因为我们世间为什么说我们会有烦恼呢，那就是说我们对于世间所看到的事情的这种无常变化我们看不到，所以呢事情有变化了或是有什么样子的这一些的这种啊这种幻灭啊，那么我们自己心里呢就会开始执着，就会起烦恼啊，我们会痛苦啦，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心念就转不过来啊，所以说能够看到世间是因缘法，而知道诸法呢是如幻如化是无常的，那就有智慧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自在啊，那能够不陷在这一些的世间的这种变化里面啊，所以呢他得如幻智入方便门，那这个呢是菩萨才有的能力了，因为呢能够看到如幻智呢，那我们可能呢就是自己可以没有烦恼啊，可是呢我们自己没有烦恼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呢我们就会离群所居，我们就不喜欢跟人来往了，那我们就躲起来了啊，那这样子呢不是佛要教导的佛弟子了啊，是佛呢他一直在教化，就是看到这种世间无常变化是诸法的本质，可是呢还要努力于度化众生呢，那这个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悲愿呢才能够在如幻如化的这样的诸法的情况之下，还要认为说有众生可度，然后呢要度化众生，那度尽以后才看到啊无众生可度，所以本来就是没有的，可是呢他就是因为这个悲愿要让众生也能够离苦得乐啊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叫做方便门入方便门，他本来自己本身是自在的 啊那为了度化众生呢他还要来在这些本来是如幻如化的这样子的诸法里面呢来教导，是这样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呢啊就是善财童子啊观察这位啊这个婆须弥多女啊啊，就是这个地方呢特别标榜这个方便门啊，他
本身是如幻智，可是呢，他入方便门，这个跟婆须弥多女呢，她的这种教化的方式呢，是有啊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啊，所以她自己本身呢，就是已经长得非常庄严呐，啊，那么啊非常圆满呐，那么她所穿的打扮的呢，也都是各种的这种啊珠宝啊、璎珞啊来庄严其身，就是装饰啊，所以是。他长得非常庄严美貌，然后啊这个身上的这种装饰品啊也都是非常尊贵的啊，那这里面的这种珠宝呢，就是还有如意摩尼啊，摩尼珠啊，来作为他自己头上所戴的这个宝冠的这种啊装饰，哎，然后呢他的这种眷属啊，就是他的这种身边呢啊，所围绕的这些啊弟子也好啦，或是跟随着他学习啊，或者是听闻他说法的这些人也好啦，啊，那就很多了，无量眷属啊围绕，皆共善根同一行愿，都是跟婆须弥多女一样的啊，就是来学习这样子的啊如幻智，然后能够行方便门的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教法、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婆须弥多女呢，她身上啊就放大光明、啊、因为善财童子呢，他是在啊旁观呢、啊，所以他这个时候看到婆须弥多女呢啊身上放光，然后普照宅中一切宫殿啊，就是他的这个房子啊，应该是有很多栋的这一些的这种。啊，楼阁啦，所以称作宫殿呐、啊。啊，那应该是建的也非常的华丽了，啊，所以整个地方呢都变成啊光亮起来。那如果被这个光照到的呢，啊，不只是光，而且呢是能够深得清凉，啊，就是非常的凉快。那这个跟我们啊世间的这个阳光就不一样了啦，啊，我们这个阳光啊。通常照到的话就比较热，是吧？啊，那除非说是啊，这个啊冬天的阳光啦，哈、啊，那就是啊非常的珍贵了，哈、啊。那那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嫌它热啊。那如果夏天啊，那就不得了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有功德力的光啊。那照到的呢是清凉啊，所以这个时候。是善财童子对婆须弥多女的观察了啊，那等到呢他观察了以后呢，他就向前呢向婆须弥多女啊啊顶礼啊合掌，然后他就啊先告诉婆须弥多女呢，他自己呢就是在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 啊那来这里呢，他就是要向。婆须弥多女呢请教啊，要怎么样子能够学菩萨行，然后怎么样能够修菩萨道啊，那他呢就是听到之前的这位啊狮子平生比丘尼呢告诉他啊，就是说他要来向他参方，然后呢这位婆须弥多女呢应该会教导他啊，所以他请婆须弥多女呢为他来说法啊，所以这个时候婆须弥多女呢，她就告诉善财童子啊，啊，她说善男子，我得菩萨解脱啊，他的所证到的这个菩萨解脱的法门是什么呢？叫做离贪欲计啊，随其欲乐而为现身啊，所以他的这个解脱法门呢、啊，菩萨的解脱法门。那菩萨的解脱法门呢，实际上不是解脱他自己，是让众生解脱的这样的方法，是离贪欲计啊。那这个计呢，本来是说这个边呐 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离贪欲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离贪欲啊的这样子的一种啊众生的这种啊情况，所以呢，他随着众生呢。他们有什么欲乐
啊，众生有什么的这样的需求啊？啊，众生有什么的这一些贪念也好啊，或是有他们所喜欢追求的啊，那他就为这些众生现什么身，是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好像是啊，我们读到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啊，那观世音菩萨是啊，众生因以何身得度者，则现何身，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呢，他还特别的强调的是说，众生的欲乐，哎，众生他啊习性喜欢什么，那他就现这个众生所喜欢的，能够满足众生的这个欲乐的，啊，而去现这个身，啊，那如果天人见到婆须弥多女啊，那么就看到她的就是天女。啊，就是等于是说，天人所喜欢的这样子的对象，他就会现天人所希望的，啊，的这个天女来显现。那形貌光明，殊胜无比，就跟天人一样啊。那如是乃至人、非人等啊，而见我者，我即为现人、非人女。啊，那一样的就是说，乃至人或是非人嘛，那天啊是属于天界，人是属于人界，那非人是什么人？非人啊，大部分都是指的天龙八部了。天龙八部里面啊，因为有尤其是有的是特别指这个啊这个紧那罗，紧那罗呢，因为他是弹琴的、弹音乐的乐神，那。他们平常呢，就是这个脸是人的脸，可是身体呢又是鸟啊这样的身体，他们会飞啊，所以呢，他是叫飞人，看起来是脸的脸，人的脸啊，可是他不是人，是这样啊，所以呢，就是说乃至天龙八部啊，或者是乃至天龙八部里面的紧那这样啊，那他呢就。会现他们那一类的漂亮的女人，是这样啊。所以说，随其乐欲皆令得见，你看他们所喜欢看什么样子的，他就现什么样子的，就最漂亮的、最喜欢的那个样子啊，来，哎，示现出来这样。那下面的地方呢，就开始在介绍说，这位婆须弥多女啊。他度化众生的方法啊，就是说，除了他能够显现为啊，就是天人或是非人呐、啊，他们喜欢他的显现的这种样子以外啊，那么他啊是怎么样来度化他们呢？啊，这个就是他度化的内容。他说：若有众生啊，欲意所缠，来意我所，有的众生呐、啊。他的心里呢是充满了这个欲望啊，那么去到婆须弥多女的地方呢，那么他就为他说法啊，那么让这些人呢啊闻法已，则离贪欲，然后得菩萨无着境界三昧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应该就是婆须弥多女呢，她为这些啊有欲望重的众生呐、啊。他们就告诉他啊，来为他们说法啊，要让他们离贪欲啊。那应该呢啊，就是要让他们看到，能够观察啊，观察自己的贪欲到底是真实的吗？啊，是在哪里呢？啊，那真的这个欲望呢，是一定是要来牵着我们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忍耐啊？啊，那是不是这个？贪欲呢，本身呢，我们可以把它净化啊，啊，那也许是用种种的这样子的方式呢，就是这位婆须弥多女呢，她主要能够啊对治众生的这个贪欲，她先显现她喜欢的这个样子啊，让她起欢喜心呐，愿意接近他啦，是吧？结果呢，接近了以后呢，她是为他说法。就等于是说，哎，本来是一团的火啊，结果呢，婆须弥多女呢，啊，散散这个清凉风啊，
让他的这个欲火全部就消化了啊，就消除了，那个火都没有了。然后看到说啊，原来这个贪欲呢，是不是我啦？这个贪欲只是一种反应，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啊，就可以自己能够啊，能够操控转化自己的贪欲了，就能够看到贪欲的本质也是空的，啊，贪欲的本质啊，不要被它所牵引，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啊，这个是博须弥陀女，所以。为什么这些这个路上的这些人啊，啊，他们不认识婆须弥陀女的啊，真正的功夫的人啊，他大概就是只看到说，哎，你看啊，很多人都是很好充满的这个欲望的心去找这个婆须弥陀女啊，所以他们不知道说啊，原来去了那里呢，婆须弥陀女是为他们说法，然后呢，把他们的这个贪欲都去除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所得到的境界就是菩萨无着境界三昧啊，那这个呢就是也让他们呢能够转换自己的贪欲，而能够转换为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悲心呐 啊，所以称作菩萨啊无着境界三昧这样。那还有的众生呢啊，暂时见到我，则离贪欲得菩萨欢喜三昧。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应该是暂时看到，就是看到婆须弥陀女的啊这样的一眼啊，那也可以离贪欲啊，所以就等于是说婆须弥陀女啊，她是很美貌的，可是呢，她这个美貌里面呢，她是有智慧的啊，所以我们平常听到人家警告人家说，你不要被这个美色所迷啊。啊，这个好像糖衣里面包有这个毒药啊，是吧？啊，你看它好像长得很漂亮啊，可是呢，如果我们只是仅贪欲，然后呢就这样子啊迷乱的话，那这个就中毒了。可是婆须弥陀女呢，她是美貌里面呢都是智慧，都是慈悲，都是充满的对治众生的这一些啊，能够转换众生的这种啊贪嗔痴烦恼的这个啊妙法啦。啊，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种特质的这种啊，度化众生的解脱门啊。还有呢，若有众生暂与我语，则离贪欲啊，得菩萨无碍，应生三昧啊。如果跟婆须弥陀女讲一下话啊，那他也可以离贪欲。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从耳根呐 啊，你不要执着我的声音啊。我的声音好听啊，你不要起贪念啊，不要起这种迷妄之想啊，想入非非啊，啊，你要能够观察这个声音本质也是空的啊，啊，你要知道声音里面所代表的这个法啊，也是清净的啊，不要执着那个声音去贪执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听到他的声音啊，啊，那也可以离贪欲。啊，看到也可以离贪欲，听到他的声音也可以离贪欲，啊，那等于是说他都有这种能力在那个地方呢，啊，他的外貌啊，然后他所眼睛看到的这个啊，耳朵听到的，那里面都有他的成分，他的成分都是有智慧，都有这种转化的能力，是这样。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啊，先介绍到啊，婆须弥陀女呢。他度化众生的这种啊方式啊，啊转化众生的这种贪欲的这种法门呐 啊，那先告一个段落啊，那我们做一个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
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话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新春起建护国祈福法会，恭诵大吉大乘十轮经，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众生安乐、与法自信。日期112年2月20日星期一至2月24日星期五，共五天。时间每日下午1点至4点，每天恭诵十轮经两品，恭请常住法师领众。圆满日112年2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礼聘格西修法，下午1点释放焰口，恭请天成法师主法。欢迎四众弟子一起为世界、为台湾共同读诵祈福。法会地点：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地址：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至86之4，电话：南投分会0492561321，草屯分会0492315999。法会期间每天点灯供水、护生、烟供、甘露施食，备有免费操健牌位，欢迎大众提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员义工，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洽询电话0627166116或0627166612，0627166616或0627166612。洽询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你找到胡萝卜朋友忙着送过的银行找到我说可把不记得这次给我们，我说可把有嘛的这个是能记得这么久没得了，旅游阿姨是不是给我记得这么当胡萝卜的，这样胡萝卜切过嘛，胡萝卜轻松的卡住了过这块的，这过了六个月你过过了，你可能看菜也忙过哪个月你你把长发的你能胡萝卜平这个的人三斤出吧，甚至于这种两个价格的三斤的干的一个月啊，你可能就是生命超过了这些让的这些让大人们就拿进里面还好我们家人过过了的我就是妈妈人管的人们甚至于他们的苹果上胡萝卜的人三十岁那把你大家生这些年给我的干嘛就是可能呀，这些胡萝卜平庸进步的所以小岗用胡萝卜胡萝卜的送菜那个得把这些进步了，小岗用胡萝卜的苹果的家里人花钱没给我送过来，可是像我胡萝卜苹果的有二点哦，我胡萝卜的家里人胡萝卜苹果的有所谓的花钱没给我送过来，这些胡萝卜平庸进步的这些送的里面胡萝卜送的里面这时候人家也就给我了，对呢，一个呼骷髅中你也不接受呢，这场景等于我说你送出来我家出去有人推销你到出去同门找啊就别接受了，这骷髅不用接受了，三个人家把你杀拿了东西拉上这场景给你两次就嘎巴没了，他们这人就骷髅你把你这骷髅写成了我的这人骷髅重重的这大这就过程了，这啥关的这生马英巴吃个药也，马英巴那三节棍子烂，这身体就不嘛，啥马在民间是多年，我身体就把它变了样。他们这个上面听说，看松看了嘛，那么说什么呢？这种介绍，你过来的过去身体就来了嘞，这龙啊，医生盯着一个药，
쌈짐에 잡아줘야 돼. 다시 드려야 돼.